继续背上行囊再往前走，我觉得你就可以。好，那我们就等一等，一会儿看看成绩，好吗？好，谢谢。来，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爸妈主题的最后一个作品是《父亲的葬礼》。作品了，《父亲的葬礼》。你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今天来了很多你父亲的朋友，你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啊，这是你明白了吗？我明白。哎呦。今天天特别的阴，而且比较冷，所以我穿了毛衣。我这个口红是地亮的那个哑光的唇釉，然后是那个五角鸟打底，醉生梦死叠涂在中间，就比较有层次，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戴的是这个是那样的中国耳夹，这个也是中国的戒指。我带了把伞，因为今天要下雨。这个包是 The Road， 鞋是 Celine 的，因为鞋还没有在外面穿过，所以我在地上踩了。就这样，我出去了，一会儿见。终于买上了这种裤型和长短都很喜欢的深蓝色的牛仔裤，就这种 raw 的没有洗过的牛仔裤，而且还很便宜，贴心。这家还不错，这王李子，它应该可以堂食吧？可以。家都是那个什么瑞典，反正就北欧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我想买一个那种研钵，就是那个铁的那个研磨器。有种挫败的感觉，就是就好像战后，然后有那个焕发出来。我还以为是在他就是入伍发兵后才开始。就只开了一部分让你看，没有就没开，就是只是门开着。对的。
法式的甜品店，我没有试过。哇，他咖啡打得好烫，我的手。推荐内外的好物，这个品牌我觉得他们是有在想着办法，尽可能的让你贴身穿着的衣物舒适再舒适，更加舒适一些的，就舒适到想呼吸一样。第一件呢，就是对我来说非常性感的一款，是他们跟 Warford 联名的上衣，它是一个连体衣。说实话，我当时纠结了好久，到底是选黑色还是红色。因为像这种完全能够展现出你身体每一寸线条的这种款式，我当时还挺有挑战欲望的，就说要试一下红色的。不过最近确实是因为我胖了，所以就说这种特别贴身的衣裳，我觉得可能黑色更好一点点。它这个面料就还挺舒服的，虽然是很贴身的这种衣裳，胸口和这个袖子这一块是特别透气的，身上也不会特别闷得慌，因为它是有一定弹性的那种材质，其实是会更加修饰你身体线条的。然后它这个联名系列是叫它将永续，它的面料和染色步骤其实都是贯穿了环保和可持续的理念的。然后这个款式内穿也行外穿也行，就是很容易被一直穿下去，而且它是对身材是有一个比较极致的展现吧。而且我觉得就是它的这种理念也可以提醒就是拥有这件衣服的人去保持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生活状态。然后的两件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然后一件是里边这个文胸，另外一件是个开衫。它这个文胸的长度是有一定的延伸的，可以做内搭的背心穿，然后它上面还有很多就是细细的那种褶皱，比较有那个设计感的。然后外面这件是件羊毛，它是那个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然后加上一些涤纶。我觉得它这个是有很多穿法的，就看你是想要怎么个风格，是更松散随意一点，或者是让你的腰腹不要着凉，像我现在这样在后边系了一个扣，是这样子的。就它其实可穿搭的方式还挺多的，而且它的这个织法呢是比较细比较密的这种，所以保暖性是很强的。然后最后的一件呢同样也是羊毛的，是一个羊毛的小高领上衣。那这件它是100%的纯羊毛，但虽然是羊毛，但是就是很轻盈的一层，它表面是有点像这种斑马纹的这个提花的图案，然后领子是会比较松散的堆在你的脖子这块的。我觉得它搭牛仔裤或者是长裤或者是裙子会比较有很随意自在的那种风情，而且它这个面料柔软而且很亲肤，不管春秋季把它当做一个内搭，外边配个外套，或者是像夏天单穿它，完全非常的合适。最后，就我每次选内外的衣服，一定会要搭几件这种无尺码的内衣。就我穿了这种无尺码内衣之后，就比较少穿那种带钢圈的内衣了，确实舒适感要差很多个度。而且就是它那个有很多很好看的颜色嘛，可选择性还是挺多的。而且它这个细肩带其实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勒，就整体来说都很舒服，直接当运动内衣，只要你不是做那种很剧烈的要跑啊要跳的那种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这个内裤其实是有点中腰的，我们女人这个肚子上难免是有点肉的，这种就会比较能藏肉。而且它这个裤边的松紧度跟其他就腰的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如果穿牛仔裤都很容易勒出来两条线，穿那种很贴身的裙子的话更加是这样的，穿这种的话就能够极大程度上避免尴尬。好的，这些就是所有我很想要推荐给你们的内外的好物。然后他们的官网现在正在进行活动，然后就有非常优惠的折扣可以给到你们，然后如果你们有喜欢的款式，就可以趁现在这个划算的阶段赶紧下单。然后就是这样了，我们之后再见，比比。
시트를 건졌어? 그리고 턱하니 SNS에 올렸더라. 누구세요? 지니 좀 나오라고 불러줄래요? 今天是一身牛仔，一身都是复古蓝，就是最老的那种 denim 的颜色。然后感觉就是穿一身牛仔的话，配饰就可以稍微夸张一点，就戴这种大的耳夹。这耳夹是中古的 Celine， 然后戒指的话，这个是 BV 的，啊，这也是 BV 的，然后这个就是戴了很久很久很久的卡地亚，这算 choker 吗？对，是 cold frame 的。我感觉这个包的颜色，这种棕色和牛仔的蓝就很搭，这都是很复古的那种感觉，而且都垮垮的，包和衣裳都很垮。戴墨镜是不是挺搭的？所以我感觉自个儿瞎了，可以装个钻戴一下，真的很瞎。好久没有喝过这家的咖啡了，久违呢。Not want to say goodbye. We never choose our way to die. I did not find a word to say. Some words to heal and a place to pray.I don't want to compose for you at all. I don't want to compose for you at all. To come here, fury, we need my soul. 你来找姐姐了是不是？姐拍个视频，你看看这个镜子让你弄的，我的妈耶！哎呀，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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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弄上去这儿。来，开始来。你等等会儿，等会儿啊，好好好。来，过来热热热热热，姐姐派东西。哎呀，你怎么这么黏糊？没事没事没事。过来。哎呀，你怎么这么哎？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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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呀呀！哈瑞，快来，快肉吃肉肉，快来，大肉肉，快来！你只爱姐姐是不是？哎呦，那好吧，好吧，好吧。嗯，我现在在我爸妈家，拍下我的穿搭，哈利宝宝。哎呦，等一下，姐姐，等一下，姐姐。哎呀，等一下，姐姐。你看这个镜子上的这是手印子。来，先上去，姐马上就上来，好不好？姐马上就上来。come come come， 饭都不要了。来，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大点快。我去那个 Costco， 所以先到妈妈这边来。今天晴天也比较热，所以穿的也比较薄。然后隔壁还在修房子，就是盖房子。鞋是 Le Mer， 然后包括是 Celine 的这个黄色的。就是这个样子。哈利宝宝，哈利宝宝呢？宝贝。哎呦，你出来你就把姐闹着。哎呦，姐要走了，姐要走了。哎呀，快。哎呦。My heart's been ripped wide open. So many mixed emotions. It's like I finally noticed.I've been set free. I spent a lifetime running, fearing what I'd become if I stopped playing goalie on all of my thoughts. Yeah, speaking out straight from my heart, but now I see. Oh, I see this love is taking over. 我两年没来过这儿了。我也两年多，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Mushroom， 不同的有几种。身后有尾巴。小青龙，没试过，有好多新的零食哦。牙膏，这里有这个辣酱，我可以把它囤起来，我就这样。然后这个是必不可少的，还有腊肠、鲜囊。咸蛋黄拌面。还有金鸡爪，coconut water。你干嘛挑全的东西？这啥味儿？就这个挂吧 juice。我一定是因为饿了。
对，这个牛肉很厚的感觉的，可以当烧烤吃。是我的最爱，虽然比以前能吃了很多。猪肉，没有买到特别多我想吃的东西嘞，很多东西都卖完了。就上次我爸妈给我买这个，超级好吃，然后他们不卖了，我就只吃了一次，很伤心。我已经回到家了，该放冰箱的也都放冰箱了。我的零食区也塞满了，我这么深呀，就开心，一会儿做饭吃。